好啦，我觉得其实不小啦，它是一个大惊喜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呢也会呢，就是找就是刚刚有出现过的那些很厉害的歌手们来合作。对，所以我首先要欢迎我们第一位合作歌手，大家要猜一下吗？我先提示一下，这首歌是女生的歌。好像只有哎、欸，好像只有一个女生，就是哎、欸，哦，没有歌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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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手。好了，规则是我的啦，不要这样。好，好，直接讲，欢迎杨子。好，那接下来介绍一下。刚这部动画前面好像有出现，然后他们好像讲了一段绕口令，然后刚刚我在后台听到啊，我就觉得我想要自己来试尝试一次，是不是？我来尝试一次。好，请拿起。这不是艾姆斯上的漩涡，这是艾姆斯上的帽吗？我是突然挺高的，有点失败，对不起。喂。我听不太到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次谢谢。我今天有说过，我要在这边当第二 keyboard 手。我们是双城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走啊？你们不跟我一起？你要帮我合作，你快点弹一点什么？这样才对。你怎么弹这个？你好坏。哎、欸，你们 keyboard 手是怎样？他就是一个闷骚鬼。对，我因为我今天没有拜码头，下次会拜码头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？哎，还没换，想说先介绍，好，谢谢，来前提一提，对，好的，这首歌跟刚不太一样，刚刚都是那种比较快乐啊，不然就是比较黑暗，就是比较嗨的歌。对，这首歌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版本。但是旁边的阿姨的脸是怎样？哎，对，为什么、啊？可以吗？这谁做超？我还想用这首歌，就是很温馨。我们想要温，对，温馨，然后惆怅一点。但是后面有一个感觉，就后面这个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还是请带着温馨跟惆怅的心情来听这首歌。对，但是就是看着那个脸这样。对，接下来这首。好，为各位带来这首不太一样版本的音，谢谢。